我叫阿迪丽江的鸭子，我是新疆艾利诺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定董事长。我1988年开始管了这个企业，现在1988年开始，现在的30多年时间，我们企业发展的比较快，企业的发展环境比较好。现在我们最早1988年开始，我们注册资本2万元。现在我们艾利诺公司的资产总额6.1个亿，现在我们的一年的收入2个亿左右。现在我们公司的总体面积3万亩绿色有机小麦基地，绿色有机小麦谷基地，还有我们的加工、新加工、初加工车间3个车间，全部包括5万多平米。现在我们公司的全部就业的人300多个人，我们每年的当地的收原料发工资的差不多1个多亿，我们享受的政策国家的帮助比较大。最近我们的现在我们公司有关系的项目，项目投资还项目补助，差不多我们公司1个多亿。所以我们每个环境，每次扩展，每次扩大，离不开国家的政策，离不开当地的县委政府的大力支持，提出规划建立的我们的发展的计划。一年的收入是5个多亿，然后我们七十五规划建立的全部资产总额50个亿左右，所以我们现在，我们新疆的，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的环境比较好，每个项目我们包了，每个项目我们干了，各种各样的享受政策，项目补助，所以我们特别幸福，我们感谢国家的支持，国家的政策，当地的大力支持。